之前就捧場啦。咁誒，跟住有請我哋白蛇許仙情如千年嘅總策劃出品人蘭美斯小姐，師姐。仲有我哋嘅藝術顧問方樹龍小姐，方姐。仲有我哋行政總監徐瑤露小姐，許姐。咁啊，繼續咧，好多謝今晚入座睇《白蛇許仙情如千年》嘅觀眾啦嚇。咁一眨眼六場就做完啦，我都有啲依依不捨啊！你哋點啊？會唔會不捨啊？我嚟噶，但我相信我好快又重演嘅，因為我人最中意重演嘅。哦，補搶啦！真係要好多謝啊，韓燕明師傅，好心呢佢去設計。高端科技就是我們的投影了，今次我們有一個是人體全息，即是白蛇變蛇那裡，還有我們那個阿波波出場那個飛圖出來，都是一個很高端的科技。那我要很多謝袁意念、張劍業、Eric 他的他的團隊的功勞來的。三個方都是我們的台前幕後和我們的演員，他們是100分落100比，是一個很 高水平的演出來的。不單止今晚我們六場的演員都全部都是傾盡全力去為觀眾帶出一個好的粵劇，多謝大家。我交給邵婷講話。多謝師姐，多謝非常開心能夠參與這個白蛇許仙情與千年的演出啦，咁亦都睇到我哋粵劇界香港嘅粵劇界能夠大家一齊努力，一齊捆埋一條繩，咁去為一個好嘅劇目去多嘅多嘅嘗試，多方面嘗試啦。因為今次阿師姐亦都投到好多人力物力，咁為咗呢套戲，咁相信大家都睇到。咁雖然呢個都係我哋粵劇演員希望能夠。隨住個時代的進步，我哋能夠多啲吸納多方面的元素加入我哋傳統嘅粵劇裏邊。咁希望大家多提寶貴意見，希望下次做好啲。多謝各位。呢個晚喺度，好多謝師姐、徐姐團隊，多謝韓老師、權師傅、錦哥，我哋台前幕後咁多位，多謝咁多位，因為。白蛇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故事，但是今次用一個全新的手法給了一個驚喜，不單止是觀眾，其實演員我們都很驚喜，就是我自己演的時候的投影、音樂編排各樣東西都讓到自己那個在戲裡面的感覺一路推進一路推進、在這裡在見到大家可以支持粵劇是真的很感動，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粵劇。演員去講一講一下首先好多謝施主施姐班主啊，令你破費啦！今次真係好唔簡單，因為咁大型嘅節目，的確花費好多人力、財力、物力嘅。但係最緊要都係多得大家嘅支持，亦都令大家破費啦！師姐話好快俾大家見面嘅，咁我呢個光棍喺嚟邊 keep 住嘅，因為小弟才絕啦嚇。技藝唔夠，光頭搭夠，但係遇到好多人吹光頭喎。我希望今後可以喺師姐帶領下，讓粵劇可以走得一個更廣闊嘅舞台、更璀璨嘅道路。多謝大家。好啦，借少少時間分享下啦。今次真的很開心的，我由這個排練呢到演出，我見到很多東西，即各位的100%的付出，我即看到尤其是我們那些舞師 的團隊真是不厭其煩的團隊非常之好，但我們三對的主角呢個個都很努力的，尤其是白蛇，因為白蛇呢、你知道是白蛇那個主角呢特別是武昌是很多的 三對的白蛇呢他不爭寵不安心鬥角個個都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勵
互相支持，一起研究，非常之融合嘅。或者呢啲系师姐团队嘅感染同埋影响啦。呢、這个系无论系点啊，都应该延续落去嘅。讲翻我自己先，我好多谢阿师姐俾呢个咁特别嘅角色我做，令到韦陀咧佢就咁有型，咁有新鲜感。我自己咧就越嚟越中意呢个角色，希望你哋都中意韦陀呢个角色。最后期望阿师姐为大家再带嚟下一个精彩嘅精品作品，多谢大家支持。我今次系第一次参加，师姐的粤剧作品，咁啊好多谢你选择一个资历咁浅的我嚟做小青。咁啊，仲有另外一个考验咧，就是要同三对许仙发蛇的合作。咁我希望咧，我同你哋嘅合作是愉快的，你哋是满意我的。咁另外咧，进入呢个团队咧，有很多前辈老师教导我、指导我。咁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相信我是一个幸运儿。咁咧，再次多谢大家，多谢。好开心。其实呢我嗰只戏从制作同埋排练同埋演出咧，我嗰段时间我好紧张嘅，其实。我唔知得唔得喎，真系喎吓。今日先接触呢套戏啊。首先我要多谢我个舞狮团队，佢哋真系好专业、好努力、好过瘾。多谢佢哋，辛苦晒。有其他演员同埋台前幕后都系辛苦晒啦。我喺呢度都要多谢我哋嘅艺术顾问汤江雪露小姐，多谢，多谢你我呢个奖项。真系好多谢阿师姐邀请我今次参与呢个《白蛇许仙情如千年》嘅演出嘅作品，令我学咗好多嘢，我好感动，亦都好开心。尤其是我看到他们整个团队所有的演员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一定要搞好今次的演出，好难得，好难得，多谢多谢。我亦要多谢几晚来看这套戏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支持，多谢多谢。